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电视的这个中国研究院的节目现场啊。那么，新加坡的这个总理李显龙先生最近就中美关系表示出特别的担忧，特别的忧虑他其中讲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对美国的东升西降的这个判断呢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而美国呢，应该看到中国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趴下来的也打不下来中国的这个发展也是必然发展起来的，但是他说现在中美双方似乎都是走向一个危险的对抗的一种状况。那王建涛博士在这方面当然是长期的观察呀，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李显龙这个总理的这个讲话？对，我看到了，但我觉得李显龙他显然，我觉得这个讲法呢是有问题的。就是我觉得李显龙比他父亲呢，比李光耀真的差得太远了，这不是一般的这种见识的差距。他这样说话，当然呢，他是觉得呢，新加坡呢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生在这个两个大国之间，他一方面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他是抗拒中国的，因为中国在南海在这些地方扩张啊，是对他们有。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跟周边国家交流上，也给新加坡带来巨大的商机，所以他希望呢，中美两国呢能够搞好关系，但是他同时也希望中国、美国能够在东南亚这块呢平衡中国，这个其实东南亚国家都是有一个共识的。但是我之所以说他呢这个看法有问题，他比不上他爸爸呢，他就是我觉得他，我觉得他第一个，我觉得他对中国这个看法，关于东升西降这个看法，我觉得这个判断我是同意的。中国现在呢，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都在急剧的发展之中，但是这些发展有很多是虚胖，有很多呢是有，实际上是，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连学带偷带骗带抢搞来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旦要是美国对它采取了一个规范化的管理，采取这种透明公开以及对等的原则对这个中间交流进行管理的时候，中国马上就会有很大的困境。原来的这些不但就是再往前升不上去了，在前沿上跟美国竞争也升不上去，而且已经发展起来的呢，也可能因为缺乏一些关键的技术和元件，可能就会掉下来。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但是这个就我觉得李显龙判断是准确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关于美国这个说要打压中国呀，我觉得这是美国一部分人的想法。但实际上，从这个川普这样那届总统开始呢，他基本上想跟中国建立的这个贸易结构啊，还就是比如取消国营企业补贴呀，还有对美国的市场开放，开放市场，让美国的企业的产品和中国产品公平竞争啊，还有对知识产权付费呀。那么像这些东西，我都还属于公平贸易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打压主要想促成中国政府能够接受公平贸易规则。但是，那在这方面，它并没有说试图说好像一定就不许中国发展。那另一方面呢，拜登上来之后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说呢，在过去传统的四个领域中，美国已经失守了，叫中国这个通过技术啊、市场等等各方面，美国给他照顾，让中国已经从美国手里把产业链中这些环节的企业拿走。但是这个行业拿走了，但是美国在未来十大竞争里面，美国仍然在技术上领先。这方面呢，他说呢，不能再让中国拿走。一方面，他要限制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空间，在这些产业发展的这种空间；另一方面呢，美国呢还是需要在这个就是增强自身的实力，那么就包括开发的研发能力啊，还有要让增加美国购买等等。我觉得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之后，但是它并不是什么打压中国，它到现在为止，它只是说呢，希望就是它是想采取一些措施，使得一些美国握有的技术不流失到中国去。我们这个打压就是说，把你公平的发展的空间和机会都给你打掉，这叫打压。但如果假如他觉得你有一些地方不规范，因为戴琪，比如我们就以贸易代表戴琪在参院作证的说，中国不可能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那样的公平贸易规则，所以美国必须要用长期的使用一些手段，也就是在川普总统那个地方作为短期施压的手段。在美国，可能未来呢，要作为一些长期手段平衡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占得的这些这个不公平的
便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我觉得不是美国要打压中国，而是美国需要就是在跟中国的这种不公，他认为是美中国的不当竞争中间呢，要平衡中国的不当竞争，那么美国要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当然在拜登和布林肯他们讲到的中美竞争的实质是决定21世纪或者下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的人类生活在什么制度下，就好像这个里头有一个必然有一个打压。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在讲以竞争为核心，避免对抗，并且要在该合作领域展开合作，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又不是一个打压，最多就是一个限制这个中国在他们认为不正当的这些方面发展。哦，你认为现在中美竞争中间这个不是在打压，那你刚才就说这个李显龙和这个李光耀差太远太远，他哪一句话是完全是错的？没有，我觉得李光耀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世界大的格局，比如说有些冲突如果必然发生了，你说也没有用。其实比如他也给美国领导人一些忠告，所以基辛格说李光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他就是因为那个国家太小了，他国家要大，他可以在国际领域中发表很多个。李显龙这个话显然是个和稀泥的话，这种话其实我们也知道，中美两国的话，以咱们在这个你搞新闻的判断也知道，这个新闻是合不了，合不了你就不要说这话了。下一步就是新加坡一个避险和抓机遇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和中国竞争中间，肯定有很多大产业链各方面都有巨大调整。和稀泥，你前面讲了，习近平讲东升西降错了，你呢说是他是对的，但是你另外一句话就是说。美国不要这个要学会啊，这个或者是要接受中国这种发展，这句话是错了，不是对吧？他说的是美国不要去打压中国，好像美国现在在敌视中国。我觉得美国不是这样的。那我的意思，敌视中国？你说今天美国没有在打压中国？啊、没有，我觉得不是在打压中国，他们是在我到目前为止，我告诉你，这个不不不，等等，孟玄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美国 你是不是脑子灌进水了？我是觉得你，那我们就这么说吧，要试图打破平衡的不是美国，不是美国要试图打破平衡。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是要维持霸权，这个是最不这个霸权。那我问孟玄，你白学国际政治了？霸权是在国际无从就丛林状态结束不这种状态。又没有建立统一国家之间的一个必要的，那你说这中国要打破这个美国的？不，你说国，你要是学国际政治，那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要破霸权的过程嘛？因为这个霸权不是就这是哪一种霸权？比如说啊，这个美国的霸权就是霸权嘛？日本、德国，你有啥用？像日本、德国，还有像俄国这种霸权，那你就说美国的霸权是一个善霸。就是应该要维护美国的霸权，不是只要是霸权都不是善，就像国家似的，国家是垄断暴力的机器，这既然垄暴力它不是什么善事，但是它会比丛林状态好。现在我觉得呢，李光耀不是你李显龙、这个、同意我的说法，李显龙的这个两个这个评语都是很中肯，而且非常的。你说他中肯，我相信你。听我说呀，不只是中肯，而且你们针对两边老百姓，不是他的讲法，就是说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已经走向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敌视的道路，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不只是除了像日本呢、啊、那种完全想倒向日，他没说那么厉害，他没有判断那么厉害。我跟你说呀，他的讲法是这样子，他所谓的。他认为中国认为美国这个这中国认为东升西降是一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低估了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个转变的能力，还有它的潜力。这个就是说中国还是相对美国来讲还是弱的。可是中国讲东升西降，就是好像我们在中国这边在强势的。成长，美国是因应衰弱。他说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你只要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我不跟你争论。我说这条我赞成他的判断。我现在问的是他这个讲叫做东升西降。另外一个讲法是什么？他讲是说、你跟我讲第二条。好，我们不聊第二条。他是说美国对中国。他把美国说你把冷战，他中国不是苏联，
中国不可能被压下去的，中国这个他的这个能力，他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 dynamics， 你的那种讲法，这是他说美国还可以打住等等，孟权这是他说还是你就认为说，因为你是真正的是中国崩溃论，你永远是看不好希望等等希望孟权这是你的解释还是李显龙的解释？所以的话呢，你孟权这都是你加进去的。我觉得吧，你在争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谈什么就谈什么。一，你不要把别人观点加到我这儿。不是，二，你这个讲法就是说中国是起不来的。他的讲法就是说，你美国想要把中国压下去，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因为中国人的能力，还有他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潜力，不是前苏联。所以，如果美国认为用他这一套办法可以把中国，就是把中国，他说你不知道中国的这个成长的，就是 potential 的能力是多大，所以美国现在就正式进入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状态，外交的法西斯没关系。我发现你这个人，这个美不是就是你就是帮助美国，歇斯底里的样子。你等会儿我跟你说，我美国，我先说三句，把中国打垮就是这么样。因为你想，你想，你认为中共政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刚刚好不是。现在中共政权是代表中国利益的。他没有说中共是邪恶，他说不守规则。不守规则，要说这个规则是美国自己定的。美国认为只有美国的规则才是符合这个全人类的。我现在说三条啊。第一，美国，你听我说啊，咱们说啊，第一条呢，美国并没有说一定要压中国怎么怎么样。哎，那你看他行动，你看他的这个所有的中国自己承诺的规则，因为他已经把中国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全国团结美国人共同对付的一个对象，就是这样子嘛。不是，那是你自己的看法，就是。不是，我觉得呢，两党都是如此。你听我说呀，第一点呢，美国并没有说中国现在是他的这个敌人，是说呢这是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他在这种竞争中会决定人类的命运，这里面可能会化为敌人，但是现在不是敌人。而且美国还列出了必须要合作的领域，美国必须要合作的，这是第一个啊。我觉得这是个前苏联的合作的领域是一种嘴巴上讲。第二呢，前苏联也不是被美国压垮的，是自己的改革，他的改革的路径啊方略上有些问题，最后呢他出了一些故障。那么我觉得他不是被美国压垮，这你同意吧？前苏联不是被美国压垮，都不同意。当然，美国的压是有道理。没啥事儿。好了，第三个呢，我跟你说吧，尽管前苏联在原来只有美国产值40%，而中共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到了美国70%，但是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远远超过前苏联。前苏联还真可以说是美国跟美国是两个世界，但中国呢，现在一旦美国跟中国要进行剥离的话，美国是要切掉肉。可能要断切个胳膊切个腿的，中国呢就是要放血了很多东西，因为它的很多技术啊，一些什么，我们就是一个芯片吧，还有其他这些。所以我在讲说呢，中国和美国不能分，这个呢我同意。但是呢，我之所以说李显龙，我没有说李显龙没有人心啊，我说的不是说李显龙他的心不好，说他心不直，不是心，我不是说这个，他的判断。我在讲的是什么呢？我在讲说他的见识上，他根本就看不到这样一场这种竞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他没看到这个。对呀，那个不可避免的话，他没有说。我还给你这么说呢，你后面那几个什么美国什么包藏祸心啦，还有什么像这个还有像美国一定要把中国弄垮呀，还有就是像美国这个好像什么中国就是不可能被弄垮，这都是你自己给李显龙加上去的。我觉得你一定不能把你的观点就是你的观点，还有一个呢，你不能把别人的观点加到。你的观点就是中国要一定要被美国这个，没有人说中国要崩溃。你的观点就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这个观点，就是那我不，我跟你讲，不在这个问题上呢。说实话，我只说要一个公平的原则。公平原则，我认为这几个原则。公平的原则就是你认为美国制定的原则就是公平的原则。我跟你讲，什么叫公平的原则啊？第一，透明；第二，公开；第三，对等；第四，看结果；还有，
诚实。我就这几条原则，就是要基于规则，我同意。那我觉得是你定的，是美国定的。这里呢，还有一个呢，我不能，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不能因为你的血统和血统离谁近，你就站谁这边。这个血亲原则的人类就没有和平了，一定要有一个正义的一个超越于。这个正义是美国定下来的，你认为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规则，就是符合正义世界正义。我觉得美国已经打了很多折扣了啊，还没有按照严格在国内对他的企业要求要求中国。美国还没有用要求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的政治团体的规则要求中共，他已经打了很多折扣，是偏向了中共，牺牲了他的很多原则。我不知道孟轩，你这个美国公民怎么当的你？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变成那么样一个反中国的一个人啊！我不是反华啊，当然让中国变得更，我觉得让中国更文明，更被世界接纳。什么文明啊？我是觉得，如果你走这条，共产党不文明啊，这个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我真正的文明的这个理想是怎么过来的？这西方就是文明的代表吗？我没这么说啊。但是普世价值吧，讲理的规则，普世价值是吧，自由平等程序，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啊，就是个讲理的规则，普世价值就是讲理的规则。他不是，你可不要忘，他可没用基督教要求中国，他没有用他的个人主义要求中国，他是要求的就是一些基本的，他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样子。这个做不到，那个美国的像庞佩奥这样子的人，你们认为是最能够符合美国的理想的人，就是像庞佩奥。没有，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点，也符合中国人的利益。那就是你就是让政府中国人让政府遵守规则，让政府遵守规则，首先是中国人得益，对吧？我现在我们不站在美国角度考虑，我今天考虑两条：一，让中国人有一个更守规矩的政府；二，让中国人有一个更体面的，在国际上更体面的政府，我觉得更符合中国，首先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对吧？你就差骂我是汉奸了是吧？如果这样，本来就是汉奸嘛，我这当然认为你就是汉奸嘛，这就我当然不是汉奸了。你为中华民族你贡献什么了？你告诉我，你为中华民族贡献什么？我当然贡献了，我也推动过去，我做了我该做的，咒诅中国的这个发展，这帮助美国去打压美中国，就是这么样子嘛。这样你们那个就是恨不得就是像川普这样子的人，能够这个干脆把中国这个像伊拉克这样搞垮掉这样子。不，你说的有人，像但这你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哎，我们希望呢。我们希望中国人能够公平的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怎么能够有尊严？中国没有分享有权利有尊严，没有公平分享。如果没有这个现在这个政府，这40年的发展的果实是怎么来的？这个果实是在这个高速发展中间有这，我蓬佩奥说过3点，我很同意。第一，有美国人的帮助；第二，有中国人的勤劳，是美国人的帮助，有中国人的勤劳和勇敢。那美国是愿意，这是美国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好了，我再回答你一个问题：美国当时中国在毛泽东时候干的比现在还苦，那为什么中国当时没发展起来？邓小平都说得很清楚嘛，跟着美国贼都富了嘛，对吧？所以他才跑到美国去嘛。我觉得你现在就不已经不客观了，你也不客观了，这个谁客观呢？我在理解，我要尽量做的客观一些。对，邓世光先生在旁边没讲话。好了，徐光讲完就完了。徐光，你要好好的修理。先生挺逗乐的，我听着挺逗乐的。我突然想到那个网，我这个中国这个论坛上经流传的一句话，这个叫“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非常那个，就是这个。非常普遍，孟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祖国流氓他们就放心了。咱们还是回到这个今天这个话题上，这个李显龙，这个军涛说的这个，说李显龙比他爹差远了，可能是差远了，但是呢，不能从他的这个在这个阿斯本这个安全论坛上这个发言来
判断出来。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啊，对李显龙不太公平。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光耀的时期的美，这个新加坡跟现在的新加坡差别非常大啊。那个时候中国刚刚那个兴起啊，中国刚刚那个打开国门，那么李光耀作为华人世界一个领袖，他可以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啊，对，他作为一个小国的大领袖，他可以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现在的李显龙是他身上包袱，他背上包袱了啊，他不是因为李光耀的时候，他可以把起个中间人作用，也可以争取到和中国的这个大陆的合作啊。这是一个两利的，那这个两利对新加坡的好处应该就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好处。从具体的这个利益上来讲啊，当然这个所谓的好处的大，这都是个主观评价的问题啊，我没法核算，没法用金钱来核算这个事儿。那就是说对他来讲是利益巨大的，他也很好做。但现在来讲呢，李显龙是背了包袱的。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美国是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安全合作伙伴，就相当于它是半个盟国。另外一个来讲，这个美国还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这是它的这种传统资产啊，它是美国是安全它的安全伙伴。另外一个呢，它和中国呢，中国大陆是它新加坡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这是个大主顾啊，第一大主顾，但它不能得罪自己主顾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两头难。你像李光耀和这个邓小平的关系，是邓小平是个这个中国是个大块头，但是呢，贫穷落后封闭，哎，那么这个时候李光耀就可以这个给他提出来非常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比如说你不要再搞东南亚搞渗透了，这样你才能够取得国际社会的这个谅解啊。那现在这个李显龙哪有这个份儿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位势是就时势全变。虽然新加坡还是那个新加坡，但是呢，整个和中国大陆的位势全变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说，他讲的这个话呢，基本上是不想得罪，两不得罪的，是这么一个想法。一个是安全伙伴最大的投资国，一个是他最大的这个主顾，啊，他是两头都不能得罪的，所以他说，这个伙伴们都希望跟两国有共同关系，而且呢，美中两国一旦发生冲突，对全球都不是好事情，不光对你们不是好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东盟国家的一个立场，啊，那美国他李光耀也观察说，美国这次的决心是美国必须赢啊，就是。甚至有的这个专家认为是这个20世纪以来美国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挑战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相信那个李显龙他自己心里是有盘算的，未来是也是会有各种预案的。但是呢，在现在他只能是劝和啊，只能是劝和。你说和稀泥吧，也不完全是和稀泥，他起码指出来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东升西降啊，你这个中国人不要这个打错了算盘，认为真的是东升西降了。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东升西降本身，中国这个判断它是有大背景的，就是在川普时期，这个美国要退群，美国要退群，英国已经脱欧，美国也要退群，那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可以积极进取啊，占据这个美国退出来这个空间，他也不是说我主动去跟你争取，你退出空间，那我就进去补嘛，对不对？所以他是有这么一个机遇。另外一个就是说李显龙说的这一方面，就是说美国不会衰落，他说的是美国有很好的移民政策、人才政策，他举的例子就是说诺贝尔奖。但是这一块呢，这个例子我觉得不甚好，不甚好。就是说，20世纪初的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英国、美国都多，加起来可能都多。但是走上了一个错误的路线，
就比较糟糕，就比较糟糕。就是说，他也并没有批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倒是委婉的批评了中国，哎，就是说你，东升西降，你看错了啊，美国不会，这是一个站立场的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站立场。另外一个，他也说这个中国呢，他们认为自己被欺负了，啊，这个说中国人哈，他说中国人这个，但是这个描述非常，就是非常别扭啊，因为这个不是故，就是作为一个大陆过来人，我听着是非常别。他说一部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所说的这个群众路线的鼓动和被灌输的价值观啊，他们就相信他有一种受害者情节。啊，他相信自己被践踏过，所以他们下决心要崛起啊，下决心要振兴，啊，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批评，当然他也有赞美，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的这种就是充满着生机勃勃的一种经济力量啊，他是也有赞美的，就是说他总体来讲他不愿意得罪，但是呢，你细细的看呢。他是有褒贬，他都在细微处是有褒贬。我相信像李显龙这种角色，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是个小国家大领袖，所以他又是一个港口国家，他实际上他视野是见识是非常广的，就好像韩国国家虽然小，但是年轻人出国的就很多。这中国的麻烦就是大国，实际上很多人是很闭塞啊，很多人很闭塞，包括美国，你想腹地中间的一些，这个中西部的中南部的一些这个州民，实际上也很闭塞，他们的世界观也很闭塞，所以就是这个他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说美国已经。和中国的这种良性竞争的这种方式，变成了一个美国必赢啊、非赢不可的这个观念。他是看出来的，就是两党，美国的两党这个对抗的这种意愿，和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这个好像从政府到民间都有一种对撞的趋势。那这个时候，新加坡真的是不愿意看到，第一个首先是他不愿意看，他一定要喊出来，表达出来。但是我相信，他也会有预案，就是这个他看得很清楚，这两国这种政治冲突啊，会不会变成军事冲突，我们不知道啊。就政治冲突、经济冲突、高技术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脱钩和制裁限制，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呢，这种如果中美两国这个政治关系不好。整个东盟国家都很难办。你像日本，它可以选边站，对不对？但东盟国家实际上它非常需要中国的这个资金和市场的，它也需要，非常需要。所以整个东盟国家并不是这个中美两国必争之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美国是把它作为，你想它这个四国同盟啊。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它就没有东盟国家，就是东盟这种地位，它有点像中国的这种前院儿啊，那面向那个印太的一个前院儿，那中国更容易渗透、渗入影响，它不像印度一个大国，也不像这种日本啊、台湾啊这种岛国，实际上韩国就稍微麻烦一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觉得。对李显龙呢，我觉得他还是，看不出来他就表现很差的样子，这个是我是看不出来，嗯。好啊，另外两位，你们还要争论吗？还是不想争论了？不想争论了，不想争论了。俊涛还有总结性的话要讲吗？哎，俊涛好像已经被你争论下去了。那个，对，没有，
我觉得刚才旭光讲的呢，我还是比较赞成的，但是我还是说呢，就是其实呢，中美两国的话，如果这个竞争势在必然的话，当然孟玄认为呢是。这那个中美国要打压中国，反正不管我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美国要维护规则呀。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李显龙要看清这点。比如说爸爸吧，就看出来了。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了，他爸爸坚决要求英国在走之前，先把新加坡这个共产党的一些头给抓起来，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发展。所以他爸爸当时做了一个判断。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对新加坡来说，原来跟中国如果关系太密，你觉得有些产业企业要受影响，你要赶紧避险。另一方面，如果假如你要是有些机会，因为在产业链重组之后，新加坡也会有些机会，你要抓住它，别再去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进行调整了。这是我说的有点不智。那至于说关于东升西降呢，我觉得我同意说吧，其实倒是关于东升我同意，就中国是在起，这个我同意，但是说西降这个我就不同意了。好的，啊，对，这个里头呢，就是说，李显龙呢，我是觉得他在，因为安全同盟这一定是这个，就是他是偏向美国的，最根本利益上，他是一定是偏向美国的，在经济上，他可能对中国有所需求，所以你看他这个话里缝里头，他都有这种对美国的一个提醒，他这样讲，他说中国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力量，拥有人才。并决心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家，这是一个啊，当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了啊。另外一个，他问中国人，如果选择与中国为敌，他们是否意识到中国可能会是多么可怕的敌人？他说他不会是前苏联，也不会是阿富汗的一个小村庄。实际上这就在提醒老大，谨慎从事，那个他完又了不会以打什后么侵要占德认真。国，所以说李显龙这点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美国要采取什么方式，美国就不会去入侵中国。所以这个总体来讲，他是在提醒美国，你不要小瞧对手。我觉得总体来讲，他是美国的小弟，不是中国的小弟。但是经济力，他现在立场上来讲，他没有必要这个我也同意，对。得罪中国。国家真像这个舒广所讲的，实际上是对于美国来讲不能完全靠得住啊。但是对于东盟国家来讲，安全来自于美国的保障是东盟国家的一个共识，但是经济上又舍不得中国，所以它是其实未来的世界的大局大概也就是所这以样你的。看，台湾也是这样。台湾人民也是这么想，台台湾湾曾经也说，经济靠大陆，安全靠美国。现在韩国瑜的话，最后韩肯国瑜定的是要话，技术高日走本，这个安全路线，不会走什么发展路线。啊，因为没命了，还有什么发展呢？台湾还是不太一样，不可比。请世界把台湾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量级。好了，非常要感是谢双方。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说啊，如果说，中国这种有一种，德国那种思维或日本那种思维，因为它可能战略上的更像日本，它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它要保证它的航运线，那新加坡就是一关啊。那我们可能想的，把这事儿想的这个严重一点，好的，我最近又一个事儿，我又有一个就事是儿，新我说加出坡、来。台湾海峡、马来西亚海峡、台湾海峡。对中国的这个帝国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新这加怎么坡说和呢？台湾，他对美国的这种关系有相似之处。你尊重，你有什么话讲吗？没有，没什么要讲的，行，好吧，啊，而且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不是也是大陆啊，也是中国呀？我最后一句话就向孟玄致敬。谢谢这个孟寻，谢谢尊涛，谢谢时光这个谢谢这个李显龙在他这一讲话里头再三警告说，这个台湾是中国所有的这个 mother of all its core interest，叫美国非常小心，非常注意，不要去碰。这个是李显龙的，他说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不是中共，不只是中国精英，而是普通的中国人，都是把台湾的东西摆在一个心理上很重要。这一点的话呢，美国人没有理解，西方人没有理解，新加坡人比较有理解。我单单讲这一个，就他可以这个提醒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美国还认为台湾是一个
是一个可以，这个是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利益而已，对中国来讲不是。李光耀怎么讲，你可以把一次你大陆想统一台湾你把它打回去，可是他会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怎么打？还有一个，新加坡现在有相当多的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是啊，但是他们关系不好。好的啊，谢谢三位啊，这个谢谢我们的编导啊，会今天非常辛苦啊，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再见，下个星期见。好，拜拜。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脸书 facebook.com